哎，前面有狮子哎，驯狮，驯狮哎，我的人名开始不爽了，有没有？我的人名开始不爽了，这里可以驯狮嘞，有狮子哎，我应该没有要驯服他们吧？我现在应该也没有什么肉可以驯服他们，我们就先走，继续的走，我的殖民者。市民们不爽了，有没有？叫我要盖餐馆，没有啦，点数不够啦，不要再抱怨了。喂，前面就是海嘞，到现在还没有看到波塞冬的身影。那波塞冬人呢？难不成要到海的对面去吗？可能吧，这个可不可以吃？这可以吃吗？现在什么都想吃了，有没有？我再重新看一下书上面写什么，好不好？在北部的大草原找到这头野兽，北部的大草原应该就是指这一片吧？照理讲应该在这里，对不对？北部的大草原，其他的感觉都不像啊，这里最像了。不然我们穿过河流去对面一下好不好？河流有河流生态域要打吗？河里面会不会有什么食人鱼？哎，有有有，河流生态域解锁，也有河流生态域要打哎，而且感觉真的有食人鱼之类的东西耶，在河里面。有恶心的生物，我们不打，不想打，可以不打。哎，等等，白痴哦！我要死在这了！哎咻，哎咻，不要再打了！哦，要死了啦！真的要死了啦！吃一下生牛肉了，撑不下去了。这个树上这个是什么？哎，蓝莓哎！哦，有蓝莓可以吃了，勉强糊糊口。四个蓝莓，好硬好硬，过了过了，撑过去了，补点血，不然真的要不行了。哎，我看到一个浮空岛了，这里，这个应该是降魂的浮空岛吧？应该是吧。我们现在也没有什么本钱可以上去，对不对？哇，在下面有史莱姆在跳，哎，哇，这边没有，哎，等等，被狮子扑咬了。这边没有那个波塞冬，我们往回走一点好了。没有波塞冬，不需要在这边逗留。哎，我们又走到原来的平原上面了，看来好像真的是这一个草原欸，莽原地形才会有我们的欸，黑莓虫，有黑莓可以吃，拿走。哎，等等，哎，我不打，我们像小人一样。哎，这个是不是？这个是波塞冬吗？你是波塞冬吗？哎，不是，那是暴龙。你不是啊，好恐怖哦，暴龙欸，哇哦哇哦！快跑快跑！遇到暴龙，我们应该打不赢吧？遇到暴龙，第一件事先跑再说。那个又是什么？感觉好恶心哦！不要过去好了，我们先过河。好恶心哦！我怎么觉得这里生物一个比一个恶心？我觉得我最先要解锁的武器还是弓箭，其他都不重要。哎，我的天哪，又晚上了，晚上了，晚上又要做好防御，有没有？做好防御，哎咻，哎咻，哎咻，这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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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子，这样子，这样子，哎咻，哎咻，哎咻，等下那个风猛禽会不会进得来啊？风猛禽会不会来把我咬死啊？我们做好防御，有没有？先在这里躲一个晚上，哎哎，刚刚是毛羽兽。
太邪恶了，瞬间就刺就飞过来、欸。哎咻哎咻哎，苦力怕，苦力怕被大雕抓起来了。哇，苦力怕在这个世代也被人玩弄了，任其玩弄，太惨了。哎咻哎咻，他进得来吗？哎、欸，他进不来，一格进不来。哎，那这样我打他，我打死他。哎、欸，不要跑，打过来，过来给我打，过来给我打，快下来，下来哦，我在这里，不要跑啊，我在这里。哎呦哎呦哎呦，我在这里。哎、欸，你这不爽什么？又不是要打你。哎、欸，打死了。哇哇哇！中介使者不爽，还是蛮恐怖的，还是蛮恐怖的。哎哎哎哎！我被双足飞龙靠近了，这里有双足飞龙。哇哦！双足飞龙打得到吗？哎呦哎呦，打得到吗？哎呦哎呦！哎哎呦，我打到双足飞龙，等一下双足飞龙，我有没有看错？240滴血。不打了，不打了，不打了！200，打什么鬼啊？这就是 BOSS 吧？240滴哎、欸，没有了，要白天了，要白天了！哇哇哇！哎、欸，这个风猛禽过来啊，打一下，打一下！我咻，把你打死，打死我应该可以拿成就吧？噔噔噔 ，Yes！ 看一下，看一下，哇哇，又拿到一点了。又拿到一点草原的，哇，这个完成了，我拿到10点声望，我可以解锁这个了，建筑工人小屋，哎呀，好像不错哦，还是要先解锁这个，让我可以挖挖石头，解锁玩家能力，这是什么？砍伐所有木头的能力是不是要60点哦？我现在没有办法砍伐所有木头，我只能砍伐橡木而已。开采煤炭、铁、铜、锡、铝的能力，80点，太好笑了吧？啊，这个好惨哦！这个我要先有挖石头的能力，好不好？石头的能力。你在干什么？不解锁了啦，先回家再解锁，先想办法回家再解锁。波塞冬，你在哪里？哎、欸，我看到了，在这里，我找到你了。哎、欸，藏得真隐秘耶、欸！哎、欸，等等，我怎么摔下来了？看到太兴奋。波塞冬，我来了！波塞冬，是你吗？是哎、欸，波塞冬龙，哇哇哟！哎、欸，这样完成任务了吧？哎、欸，等等，有人靠近我了，北七哦，北七哦，不要来，不要来，你们哎哎、欸欸，成功了啊！见他见他，完成任务了，完成任务了。不要再追了，不要再追了啦！我们只是要完成任务而已，太辛苦了，有没有？践踏任务完成了，终于啊！等一下，狮子来了！我不想变成一条光啊！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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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拜托哈！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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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到底在干什么啊？人活得有够委屈的，看下啦，猎人之路，这是什么？完成10个生牛肉，10个生鸡肉。哎呦哎呦，好好好好好，生牛肉和生鸡肉，这个简单多了，比寻找什么波塞冬简单多了。牛牛，我来了，好开心哦，终于有。我做得起简单的任务了，不要跑，不要跑！我做得起又简单的任务，噔噔，
10块生牛肉，10块生牛肉有了。那我们现在要去杀小鸡了。哇，我的家就在那里耶。鸡，我记得我刚刚看到的。哎，等等，我吃这个干嘛？我刚才看到的鸡好像是在那一片那个哎，那个应该叫做莽原地形吧？它有相思木，所以我觉得它应该就是莽原地形。一进来就听到鸡叫声了，小鸡来，欸，我会不会打完草就刚好那个什么保护者就出现了？有没有可能？我觉得很有可能欸，而且明明才4滴血，为什么？哦，我的那个啦，坏掉了啦！我想说，明明4滴血，为什么打这么辛苦？原来是坏掉了，我只能用这个铲子打了。用铲子打，不要跑啊！哎咻，这样子很好，2个了。哼哼，打10只小鸡，来出来！我终于收集到10个生鸡肉、10个生牛肉了。任务完成，提供完成，10个生鸡肉、10个生牛肉。接下来是什么？千钧一发。我还没有介绍，我是阿方索，我知道你叫阿法索，你可以叫我 AL 阿方索。知道我什么东西？跑，并寻找精灵。哦，这个会帮我补血吗？好了，我现在只想回家啦，好不好？阿方索，我早就知道你啦，你在这边就介绍了你叫阿方索了，不是吗？有没有？阿方索，什么东西啦？回家一趟啦，不想在外面鬼混了。我家，我现在走到这里了，我家就在这里。欸，从这边走过来没有很远嘛。欸，我们慢慢的走回来了，有没有看到那些死亡点一一浮现了？密集的死亡点就是我的所在区域嘛，这里就是我家了。很多光线围绕的地方就是我家了。欸，我家后面有小妖精欸，任务是不是有要叫我去找一下？欸哦，好像很棒欸，这个黑暗妖精行不行啊？黑暗妖精行不行？好像没有，去看一下另外一只黑暗妖精不行哦，一定要正常的精灵，这样子可以了吧？我遇到精灵了，他在帮我回血。与 NPC 精灵会面，千钧一发，哎呦，成功了，就这样成功了。接下来是什么东西？要击杀泰坦角龙了，叫我击杀一个，哎，也许可以使用远距离武器帮忙会更好。哎呦，用远距离武器帮忙是不是？嗯，检测一下远距离武器。千钧一发完成了，现在才跑出来，有没有？我现在应该要先做一下武器，我不应该再完成这些任务了，对不对？武器最重要的应该是武器，我现在要做武器。武器这里武器元素出阶台，这个是什么？幕府，它是真的要幕府是不是？它下面还有文字说明呢。说，你不能使用，有没有？你没有办法使用，真可悲。好好好，我先做一个幕府，不是这个手柄，这一个。好，我们先做出幕府加上工作台，是不是？然后做出一个武器初级武器锻造台。哎呦，这个好像不错哦，放在哪里好？这里都堆满满了，我放在这里好了。我的工作站有没有？哎，这个就可以打造初级武器哦。感觉之后再说好了，我先把该做的先做一做好不好？这个完成了，然后有备用感，它可以一步一步教我完成哎，做得好。我们先要做备用感。哎呀，这是另外一个的武器哦，有比较容易完成吗？有比较容易完成吗？另外一个的武器。噔噔噔，备用感完成，做得很好。然后这种方式与传统武器类似，
插槽而不是零件。现在我们要做什么？剑柄。哎呦哎呦，感觉有机会哦，我好像有机会做出武器，对不对？剑柄，噔噔噔，有，我觉得有机会做出好东西，要做木斧镐。哎呦，检查了木质刀柄，哎呦哎呦哎呦，哇，做完之后可以选择这些，哇，好像很强大哎、欸，好像很强大的东西，这个要怎么做？木镐、木斧、木铲，他都有说都被锁住了，有没有？不能使用，真可悲。没关系，我们把这些做一做好了。好了，这三项做出来了，木斧、木镐、木铲，做出一个木斧镐，木斧镐，然后噔噔噔，完成了，又完成了。我可以选择一个，哎，我选择这一个好了。虽然我不晓得 这三个是在干嘛的，总之先领取好不好？虽然我不知道他在干嘛了，这边就做完了。哎，学习路完成，所以我要把这三个合在一起，是不是？好了，我把这三个东西一一放上去之后，可以合成这个。这个强吗？怎么感觉很废啊？有没有其他更好的、啊？怎么感觉很废啊？合出这个，这怎么感觉烂烂的？有没有？确定是这样吗？而且这个手柄应该也不是，应该要在下面一点吧？这是我目前的武器哦。怎么感觉？哦，是一个斧头哦。怎么感觉烂烂的、啊？一个斧头，这个可以跟他打。你认真的、哦？攻击伤害四点，是比小手斧好这么一咪咪啦。好这么一咪咪，跟没有一样。不然我再看一下这个简单的保护，一点保护。我的名字叫阿里加。这里哦，可以做一下降魂盔甲，是不是？哦，我应该要来做一下，加强一下我的能耐，对不对？好了，一个降魂盔甲做，噔噔，这里可以继续摆了，是不是？简单保护，越来越摆不下了。我的是不是工作台要扩大一点？接下来要磨出这个护板嘛？这个我知道啊，要磨出护板。我们在这个模具制作台里面，他说要几个，全部都要磨出来，是不是？这个吗？这个1 2 3 4 5 6哦，从这边开始，一个，从这边开始，这六个拿到手上，他应该就会冰冰冰。好，我们做降魂这个装备，我们做，等一下我们就可以做木质套装，是不是？木质套装有比皮革套装强吗？噔噔噔，装甲模式，哇，我们是为了打泰坦角龙，有没有全面升级？哎，他叫我做骨质甲板哦，哎，我可以用骨质工具吗？真的吗？那我要用哦，我要用哦。我可以用哦，哎，骨质工具和什么石胸甲，还有十字工具，我做得出来吗？我为此表示怀疑耶。我们就先做看看好不好？哎，不行，果然做不出来，做不出来。原本以为做得出来了，看来要解锁了，有没有？为了任务。我们先解锁这个好不好？这个的这一个，先解锁这个。哎，我已经按下去就解锁了。哎，他都没有给我损毁的余地、反悔的余地。哎，不小心点到就解锁了，有没有？不小心点到就解锁了，好恐怖哦！不能乱点哎，太恶心了，有没有？好了，我们解锁完之后就可以做出这个了，护板。为什么他叫我做这些，结果马上就把我花掉？马上就把我花掉，这样对吗？
而且我要有十字胸甲，还要有石头，对不对？我现在也不能挖石头啊，所以我还要先解锁挖石头哦。30点，对不起，没有哎，根本就不行啊！哎，各位，这个任务受阻了，有没有？不然先去挖这个好不好？沙子和粘土，任务受阻了，一下就受阻了。泰坦角龙很难打吗？我记得我打他好像都是瞬间秒死，对不对？哎呦，哇，太痛了，太痛了！这个是什么？超人哦！